受到年后菜量短销以及国外医学专家发表致癌风险的论点，云林地区这一期的青花菜价格是直直落，农民甚至放弃采收。因应募兵制的政策，首批受军事训练役的新兵正式报到。虽然说当兵只要4个月，这体能要求同样比照志愿役的标准。推广音乐舞台不设限，有乐团最近出现在草屯街头，以打游击的方式来表演，成功吸引民众的注意力。